是在阿里干内的机场，然后今天一会儿马上就要坐飞机去英国找家人玩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去四个城市，就是主要都是在加尔在的纽卡的附近的城市，爱丁堡啊、利兹啊、杜伦。然后这一次呢，为了去杜伦大学，我还特地又看了一下《哈利波特》。这次我给自己 vlog 设了几个要求，就是内容丰富一点，然后做 vlog 的速度再快一点，因为 Final Cut Pro 真的我觉得对一个新手来说还是挺复杂的，所以我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一下。当然了，这次 vlog 我会用心录、用心做的。那下一个镜头我们就直接切换到在英国喽。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自己炒饭，然后做他自己特制的老干妈圆白菜炒香肠，真的是特制的，我也好。这个肠特别好吃。Outfitters， 然后我们逛了很久，就赶着快天黑了才出发去海边。然后，海边很冷吗？很冷，很冷，就是、会风很大，然后现在是多云。那晚上的时候，海边会有人来玩吗？会有。之前英国在十月份的时候有一个。小心，有一个那个 bonfire night， 就是在海边会放烟花。哇！然后我们就去看了。现在到了海边了，已经全都黑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了。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是一家飞炒牛卡的。飞炒牛卡的。非常著名的鱼薯店，这是一家纽卡威贝这边很有名的鱼薯店，很好吃。然后旁边是一家赌场，这边是它的一个活动中心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海边，完全黑掉了。购物的后果，沉迷购物的后果，就看不到海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去探险，我们现在要去探险了。对。嗨。
耶，我们一会儿海边见了。海边见，这里就是海。哦，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那是他的便便吗？好逼真啊 ！Thank you, Jennifer. See you, Jenny.是在苏格兰国立博物馆旁边的一个小区，真好看啊。好玩吗？继续吃，还点了咖喱饭。